里是坤坤呀 ，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， 欢迎大家回到我的频道。今天的这一期呢，就是非常的简单，我画了一个比较我日常最会用到的一个比较温柔的妆容，然后让我的男朋友来配音啊，所以我现在这是一个前导语吧，前篇，然后重头戏都在后面。别人的男朋友可能只是不知道这个东西叫什么名字，我男朋友不仅不知道这些东西叫什么，他就是感觉连一些日常的基本常识都没有，比如说五官的名字啊什么这些他都搞不清楚。听完他的配音之后，我会觉得他好像是有那个大病，就是非常认真的一本正经的在那里胡说八道，操着他的广东普通话，所以我很贴心的把他说的每一个字都给你们上了字幕，有的时候我都听不懂他在说什么，然后还要扇子给我剪一个光头。我们话不多说，我们的正片就来了，大家来看一下他是怎么霍霍我的。眉毛太长了，要剪短一点，这次给大家剪一个光头看看。网络上的照片就是这样来的，你看这个花好看吧，哎，真香。 Hello 大家好，这里不是坤坤啊，然后我现在要拍一个不知道是什么的视频，然后我是本次的节目解说第一部啊，也不是第一部，然后不要要干嘛，然后现在往手指上涂一些东西，对，使劲往眼睛里面涂，然后这是我的蓝墨，就是我本人最喜欢的洗脚水，然后一顿往脸搓，拍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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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，这里又不知道是什么，然后我也不知道在干嘛，对，使劲往脸上滴，滴完，擦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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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然后这个也不知道是什么，对，往里一抠，抠一坨出来。往手上一抹，抹完之后呢，对，还要闻一下，闻一下再涂，涂完还得闻一下，然后这又不知道是什么，对，然后勺子往在里面勺，哦，嘴唇就是涂嘴唇的，涂完还尝一下好不好吃，这个又不知道是什么，摇摇摇摇摇，然后往手上挤一下，再涂。然后涂完脸还涂脖子，还不够，发现，然后再涂一次，哎，还要涂完额头，然后这不又是什么？对，怕里面反光看不到，拿手挡一下，挤在手背上，对，点点点点点，一直点，慢慢的点，拍拍拍拍拍拍拍，一直拍，对，拍完脸，拍额头，拍完额头，拍眼睛。然后这又不知道是什么，好像是，哎妈呀，这是画的像大花脸，去化妆舞会专用的，对，画完之后就可以出门了，然后再拿这个类似于粉笔的东西涂，涂涂涂，一直涂，对，把这个之前涂的。你看瞬间脸就变白了哈，现在让你们看一下涂跟没涂之前的区别，一边是涂了一边还没有涂，现在就很好，然后又要往手背上擦一些不知道是什么的不明物体，然后还要涂，这一天天要涂多少东西我都不知道，然后这是个类似于花洒的东西，对，一直抹一直抹，抹完眼睛，抹眉毛，抹完眉毛，抹额头，再抹下巴，然后又不知道在晚上在眼上在脸上涂上什么东西，对，还是抹，一直抹，使劲抹，一直抹抹，还没抹完还笑，然后这是不知道是什么，对，拿个大刷子刷刷刷刷，就像烧烤的时候这样刷，还没刷完，哎，终于刷完了，这又是啥呀，喷，对，往脸上喷，然后这是眉笔，这是我知道眉笔，
对，用来画眉毛的眉笔，左边画完还要画右边。这时候拿起一个照妖镜，嗯，然后看看自己画的怎么样。画完左边再画右边，然后还要画眼袋，对，完了还画的不均匀。然后这是一个眼影的，对，我知道是眼影的东西。普通话来说，这是上色。然后又拿出一支毛笔，对，蘸点墨料，一直画画画画画，画完了发现眉笔用烂了，再用手指去抹一下。这又是啥呀？然后还得再点缀一下，这样让你的眼睛闪闪发光。然后又拿出一支毛笔，画你的眼睫毛。这是眼睫毛，对，把它拉长，拉长，再拉长。拉完之后还要记得拿照妖镜拿出来看一看拉的怎么样。然后这又不知道是什么啊，夹眉毛的，夹眉毛太长了，要剪短一点，把它夹掉，对，使点劲夹掉。这是个，我以为是唇膏。剪完眉毛还得再修一下眉毛，修完还得拿照妖镜出来看一看，哎，发现还没好，再画一下。然后这是唇彩吗？哎，又不是，还得弄眉毛，这样刷一下你的眼睛就会变大，刷一刷眼皮就会往上拉。这是现在在刷下眉毛，刷完左边刷右边，跟刷漆一个道理，务必要两边都齐全。然后现在准备要开始剪头发了，这次给大家剪一个光头看看。对，先夹着，这一撮不要，哎，这一撮又不要。这时候拿了一个盒子，染发吗？不是，是弄鼻子，鼻子太多油，要刷一下灰。我也不知道这一步的意义何在，头上这两坨头发还剪不剪了呀？他要靠着自己夹断吗？不知道是什么的笔，用来画彩虹，用来画彩唇。然后这是一个画画画画画，再画一下脸，小脸啊，瞬间就变样了。网络上的照片就是这样来的。然后还要画一下鼻头，然后这又不知道是什么，一打开发现，哎，是个刷子，刷烤翅的刷子。又拿一个刷子，道理很简单，就像你烧烤完刷完油再上点辣椒粉孜然这样。好了，画完了，还得用手抹一下。这是一个唇彩吧，应该 TF 牌子的唇彩，不是 WTF 吗？然后这是什么？我也不知道，摇一摇，喷一喷，哎，喷完了，喷完准备把头上那两坨头发给剪掉，然后就完美了。太热了，太热了，哎呀，哎，不剪吗？等你半天，居然不剪头发。好了，那让你看看我的花都哭成什么样了。你看这个花
好看吗？哎，真香，真香啊！好了，这次视频结束了，拜拜，下次再见。下次还是我啊。